这个世界各国嘛，拢政府机关的首长来为着病毒，也则是自我隔离。所以，这个国家元首的健康嘛，将做早起罹患疫质询的焦点。疫情中心讲，已经有一套为当年 SARS 期间制定的标准作业定书。即卖总统，逐天拢量体温两届。就算人甲人要离较远的嘛，无法度。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人有够多，防疫工作是有够困难。国家元首安全嘛，变成焦点。保护国家元首免受疫情的冲击跟影响，有没有一套 SOP？ 有，是根据 SARS 那段时间所训练而来的。是是是。那总统一天量几次体温？一天，他按照谁帮他量？规定是两次，医生帮他量还是你们帮他量？旁边有随行医官。不管对他接触的这一个人员。还有接触这个距离，我们也同步在要求。因为十七年前一场 SARS， 各方单位有这个经验，早就有准备啊。另外一个焦点是政治档案的改变。总统蔡英文在今年二二八的时候要求国安局改变人体血案，他们上面安的相关档案将近要一个月啊，进度到多位啊？那工作已经如期完成了，他要看我就要看，但是我会跟他做建议。不宜对外贸然公布。另外，本来是军事单位的国防部自从电军指挥部依照政纲法被当作是情报机关后，指挥官马英和中将头一摆以首长的身份到立法院进行机密报告，嘛引起各界关心。